日前，网红李雨桐爆料薛之谦骗财骗感情，还指控其泰国车祸造假卖惨。薛之谦15日晚首度发文回应，承认其与李雨桐有过感情，但否认欠其钱，并标明态度不想撕。随后，其工作室又发明称保留以法律手段追求造谣传谣者责任的权利。16日，薛之谦风波后首度复工，现身《明日之子》录制场地。据现场人士透露，薛之谦当天下午很早就来了，当天录制场外聚集了大批粉丝，而现场的安保也是连连升级。以往参与该节目的媒体只需要亮明身份就可以进入，但是当天需要录制门票及工作证两样证明缺一不可才能进入，而且只要进入场内就不可离开，否则再难进入。连内部工作人员都吐槽今天安保太严了。此前有网友拍到薛之谦现身机场，他全程戴口罩，面无表情，行色匆匆，一言未发。现场众多粉丝簇拥着薛之谦前行，还有人围成人墙护他，场面混乱。